叶问有没有听过？30多岁，体重90多公斤，练过3、4年泰拳。哼，厉害厉害！200多斤的英国大力士都握不动我这一个手指啊！马老师厉害，不用说这么多了，喝茶喝茶。来。朋友你好啊，我是冯彦新，太极门掌门人马保国。请请哎，我说小朋友，你两个手来找我一个手指头。我左中蹬，右边腿一个左刺拳，两个左刺拳，右拳没打到他，又没打到他，大意了啊。混元功法是右边腿，又大意了。这位年轻人看来是有备而来，混元功法是点到为止，按传统功夫的点到位置你就输了。混元功法是左中蹬左刺拳，又大意了。我不打了啊，我偷袭。他不讲武德。马老师没事吧？颈椎打骨折了。如果下面是刀啊，已经死了，不是这样打的。这年轻人不讲武德。承让承让。